大家好，我是黄哥岳，我是三位演员张大玉柱，玉柱超级星秀，中心大行动圆满圆满圆满成功。我们是环球热兄弟，我是杨洪基，我是张金成。超级星秀，中心大行动，成就您的梦想，有梦你就来。超级星秀，中心大行动，成就你的梦想，有梦你就来。成就。有梦想，有梦你就来。那就把我删了，苏西来行动，成就你梦想，有梦就来。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各位参赛选手以及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呢，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与您相聚在这里，共同参加新百纳亚洲超级星秀全国总决赛的活动。在这里，我代表超级星秀全国组委会、北京新百纳国际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对您的到来表示最由衷的感谢。亚洲超级星秀每年一届，宗旨是真实为新人做实事，真实打造新人。中国著名童星阿尔法2004年8月获得本活动少儿组声乐及舞蹈项目的金奖，由组委会推荐给中央电视台非常6+1之后，参加星光大道而红遍全国。小苹果张爱青也是成为我们的签约艺人后，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今年我们旗下童星王俊杰以一首《跟我来》踏入歌坛，成功登上非常6+1舞台和达人秀总决赛。好，下面呢，首先有请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徐友仁女士上台致辞，有请。让我们一起去创造更优秀的环境和机会，去发现更多的优秀新人，让未来的文艺事业更加蓬勃的发展。预祝今天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祝2012亚洲超级星秀圆满成功。现在我宣布2012亚洲超级星秀总决赛正式开始。各位媒体朋友、来宾、领导、家长、选手以及我们的各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我预祝大赛，预祝每一个选手取得好的成绩，预祝大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祝贺2012亚洲超级星秀活动顺利开幕，谢谢。谢谢李老师，各位我们的家长，各位我们的选手，大家上午好。我希望今天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选手，大家都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赛能够圆满的成功，谢谢。各位尊敬的嘉宾，我们来自远方的小朋友们，我们的所有的来宾们，大家上午好。预祝2012亚洲超级星秀顺利开幕。下面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Tony 水哥带来一首 Baby， 掌声欢迎。
nobody came between us, no one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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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